看看新闻网。冯小刚导演的电影《私人定制》呢，相信不少的观众呢已经看过了。这电影呢虽然已经是下档了，但是眼下还有一档同名的电视真人秀正在热播。和电影一样，该节目的主打就是为平凡的人提供实现梦想的机会。像这样的真人秀的节目呢，最吸引人、最好看的就是其中的真人真事儿。真人秀节目不真，那还有什么好看的呢？但是最近啊，这档叫做《私人定制》的节目就遭到了造假的质疑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咱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哥，你先要停证还要出去？我要停证啊！哦，我给你们找车位。哎，到！哎，慢点！哎，回轮！哎，好，注意啊，旁边别贴边。在2月16日播出的这一期节目中，主人公的名字叫做孙浩，是一名在连锁酒店工作的保安。而他的梦想则是当一回成功人士。为了给他圆梦，节目组不但帮他重新打造了一身行头，还为他安排了一家美发中心的总经理职位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这个店的总经理了。哇！不仅如此，节目组还特地找来了一位神秘嘉宾为孙浩加油打气，他就是林志玲。哎呀妈！真的是你、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三爷。我见到你在这哪儿了？林志玲，我的女神是林志玲。照理来说，林志玲的出现应该可以成为这期节目的最大亮点，可节目播出之后，网络上的反应却并非如此。取而代之的却是网友们对于孙浩身份的质疑，以及对节目的炮轰，全是骗人的。孙浩他是保安吗？这戏演得太假了吧？观众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原来不少观众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就觉得，这个所谓的保安孙浩看起来有些眼熟，到网上一查才发现，孙浩其实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络红人，艺名叫做孙乐蒂，曾经参加过《非常6+1》《一站到底》等6-7档综艺节目，算得上是荧屏常客。我叫小孙浩，我21，来自吉林白山地。大家看到了，我叫孙大圣。为什么叫孙大圣呢？因为我比较喜欢孙悟空，齐天啊就大圣。另外，根据网络资料上的资料显示，孙浩的职业有主持人、演员、歌手，甚至还有青年导演，唯独就是没有节目里所说到的保安。这栏目组找到他时，他正在一家连锁酒店当保安。父母觉得我这一段生活应该是很好的，衣食无忧的。我说月薪6-7千的，实际1650。我们了解到，和很多北漂族一样，孙浩做过建筑工人，跑过销售，还曾经做过群演。虽然在节目中也介绍过，孙浩曾经做过群众演员，而他履历中的电视剧演出经历也的确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小角色。但在他的人物简介里也同时提到，孙浩是某影视工作室的新锐导演和演员。从2008年起，他参与拍摄和指导了400多部微电影。哎，大哥，这个可好喝，喝一口嘎还能嘎气啥的。在孙浩的身份被揭底之后，不少网友都表示，就算娱乐圈不好混，演网络搞笑剧没有什么收入，但这么一个3天2头上电视并且还小有名气的网络红人，会去做每个月赚1650元的保安工作吗？这几天还好吗？挺好。你们家不好，我感冒了。真的，你们挺忙的吗？你在台湾你都干过来了。真的。看来整期节目也只有林志玲的感冒才是真的。眼见网友吐槽的炮火越来越猛烈，节目组于2月17日凌晨，也就是节目播出的当天深夜，发布了一则声明进行回应。孙浩作为北漂一族，曾经从事过多种职业，包括以临时演员身份参加过多部影视剧和电视节目的录制，但并不能保障有稳定的收入，因此孙浩由2013年10月开始到某酒店做兼职保安，并有单位证明文件。梦境与现实的恍惚交错，私人定制所营造的这一切，在电视史上前所未有。如果节目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，那私人定制的形式和内容确实是电视史上前所未有的。但如果不是真实的呢？这一纸声明又如何能挽回观众的信任？究竟真相如何？当事人真应该好好出来说个明白。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